北纬三十度附近，这个气候温暖潮湿，许多动物也会在这边出现或者在这猎食。那以人类来讲，这是最适合的环境。比如说是希腊文明，它是南欧文明嘛，南欧文明也是欧洲的南边的气候也是非常温暖潮湿，北非也是一样，埃及在北非，两河流域，还有这个中美洲的玛雅文明。大爱二台今晚10点，今夜说新闻。